手套很像新娘子，等一下记得要发喜糖给大家吃哦。是，等一下请那边领喜糖，谢谢。好，今天真的很开心，举办我们第十张专辑《Play》的庆功演唱会，大家都买专辑吧。有专辑好不好听？哇，这次公司真的大手笔，您看到舞台呢，就是有一种那个游戏机的一个造型，很像一个弹珠台。对，而且刚刚呢，一开始有极限运动的朋友们呢，在那边表现极限运动，淋漓尽致的表现出 play 的感觉，对，很凶猛。相信呢，我们今天的节目会非常精彩，也希望大家能够跟我们玩得很开心，好不好？在这边跟老天爷说声，您的雨就稍微停一下吧，拜托您啦，就感谢您了。那我们就唱一首五月天，叫他不要下雨了，好不好？好 ，OK， 大家就说五月天。
唱这首歌，而且刚刚海风味道变香甜。然后手上牵着手，初恋吴月天。